你到底在做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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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
看他们高兴的这个样子，我估计这个粽子做出来估计跟豆腐一样受欢迎。走，我们先去把它泡起来吧。走，先做准备工作。我不做，你自己做啊。对，你家里人多，今天我们多做一点。嗯，你们这儿人 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？都喜欢。都喜欢。嗯，那我们多做一点吧。可以掰点牛肉。哎，可以，我们去买。嗯，走走走。你不去，你不去。行不行？你在家里玩。你不去，你把鞋垫穿上，快点。你不去，不去，回家穿鞋去啊。现在好粘人呀，不是让抱就是让背。哎，别好喜欢舅舅呀。哎，背。老李，你没感觉到今年我们来这个地方比去年感觉要繁华一些了？那肯定的，像我们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发展也是很迅速的。这是多少？这个是一斤两斤。两公斤。嗯。哎，你看这个豆子明显大一点。萝莉，那你有病啊？你吃过吧？这个好甜。吃不吃？给我冰糖。这是盐呐。老李，我现在发现了，菲力是学坏的。嗯，昨天让我吃泥巴，今天让你吃盐。啊，这么大块盐，没有没有，见的那些冰糖是不是老李？这明明是盐，你跟我说这是。煎的那些冰糖，肯定去早上没有刷牙。你看没有刷牙。我们包粽子有两斤牛肉就够了。都买一斤，这里不是中国，这里牛肉很便宜，我们给你吃胖胖的啊。我都这么胖了。我这次都胖一点，我美。刚才这个盐吃的太多了，我想吃。哎，这两天你妈妈他们帮我们找那个房子找怎么样？你的房子不好找，我们找偏一点吧。也不行啊，这个地方人流量大呀。我跟你说，开店选址定生死，没这事，酒山不怕巷子深。哎，你这个，你一个外国人还懂这个？啊，可以，厉害，厉害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啊，说的都有点道理。但是我们豆腐好，如果说再加上这个地理位置更好的话，我们就会卖得更好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对，叫我哥哥去找好地方，你先走了。可以。可以了。肉也准备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包了。我吃第一题，你这个前面。哎，阿里亚卡一米，阿里亚卡。对。你看。我在这里拿过来过来嘛。妈妈她给我问为什么包这个样子，我给她说中国过节吃粽子非常好吃。哇，菲力，你看妈妈包好了。她包的好丑啊。还可以吧，第一次包能包成这个样子，很好了。我怎么感觉他们包出来的都是那种三不杂那个造型，三角形的。他说你别担心，他不会露出来了就行了。好了 ，OK 了。嗯，我这里。做你哪里？这个还挺好看。这样吧，这个三不杂，这个粽子，这个这个。这个no no no， 哎，刚刚我是不是听到你说辣味？哎，他刚给我问是不是老五过节又吃这个粽子，跟他说是。
过来给我拉我。妈妈给我说她想拉我，我给她展示给她看能不能抱粽子。还不看粽子啊？Hello。哎，你看看哪要读？给给那个冰箱。你是在山上？给给那个冰箱。弟弟，别哭了。我给他说，自己照顾好自己，爸爸妈妈在这里放心。好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一下午的努力，这是最后一个动作。等等，哎，三路妹给他说了，是那个是不是你包的？我不会那样绑绳子。是你包的。这个又是谁包的？这个包的好像大闸蟹啊，我的妈呀！经过我们好多人一下午的努力啊，这个三步把和粽子总算是包好了。我包的和你们包的这个分开煮，因为我包的有肉肉，你妈不吃肉肉。哦，可以。来了，上过来，上过来。三零三零。哈哈哈！来，加点糖。哎呀，这体型太大了，快吃吧，快吃吧，快吃吧。嗯，汤姆，我也要说个汤姆汤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粽子超乎了我的预料。真的好吃啊！对啊。小贝，dumplings 肯定的。昨天中午吃的一周就不过去，都等你，都不想没有了。今天粽子刚到牙齿里面，没有了，一扫而光了。一扫而光，没事，锅里还有，我再去拿。妈妈给我问这个名字哪里买的，叫啥名切粽，跟他说这里没有。你们这儿没有吗？没有。那咋办？凉拌啊。今天粽子管够了，啥也没在后面憋住。哇，这个状态太好了，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真的还可以。虽然看起来不怎么好看，但是吃起来还可以。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了。这个不是自夸，真的好吃。马姐，马姐，算了算了，吃噎着了。